越野车即使是在荒山野岭也能如履平地，而房车可以让你在野外享受舒适的住宿。可是越野车没有房车的舒适性，房车也没有越野车优越的性能，当两者组合在一起就有了越野房车。越野房车既能给车主带来舒适的住宿，又具备优越的越野性能，各种地形全都不在话下，是自驾旅游的首选。但是兼备各种生活设施和越野性能，意味着越野房车的价格不会便宜。目前世界上最贵的越野房车售价8000万，这个价格都可以在北京买四合院了。这款越野房车名为 Unicat TerraCross 59，是由德国顶级越野房车品牌 Unicat 推出，具有全地形的越野性能。车厢尺寸5780×2360×1950毫米，可轻松容纳5到6人，内部空间布置巧妙，厨房里冰箱、烤箱、吸油烟机等一应俱全，卫生间还配有恒温淋浴系统，卧室的配置更全，电视、音响、电脑等全都有，还可以打开天窗看夜景。除柴油发电机之外，车顶还覆盖了一层太阳能电池板，足以满足车主的用电需求。车底采用特殊材料，加上双层隔热玻璃，即使车外温度零下，车内也温暖如春。说到越野性能，该车底盘采用了 MAN TGM 18.33全驱动底盘，同时搭载了4条米其林军用卡车轮胎，尺寸为395，任何地形都不在话下。顶部的4个投射大灯和两侧的工作灯，保证了夜间照明能力。车上装有2个300升的油箱，加满油可以跑1500公里，让车主免受了续航烦恼。这么全能的豪华越野房车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买的。要知道 Unicat 的越野房车从不量产，年产量不超过30辆，需要客户提前预定。要是能有一辆这样的车，周末的时候跟家人自驾游，既能看风景放松身心，又不用担心住宿问题，真的是人生一大乐事。